各老众朋友好，欢迎收看真投资，我是费先生今天指数跌了两百六十七点，新台币即将要见到三十一元。那你可以发现到很多的股票，它今天其实都是收下影线，包含我们一直在讲的星星三零三七星星，今天一度是跌了半根跌停板，又拉上去。包含像是台光电也是，那今天友达也续强，裕晶光也续强。那你会发现，其实指数跌幅很重，但是个股。 它已经有低 J 摆盘进去，那其实就像我讲的吧，新台币在贬值的过程，指数不可能不跌，指数不跌才奇怪。但是你要说新台币贬值的过程，你要把它转换成获利机会。新台币贬值，但是对于个股来讲，一大堆股票它已经没有空间，就是说它位阶已经非常非常低，再怎么跌也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既然说跌不下去，就代表说新台币只要止稳，它补涨的空间。 跟速度都会很快，所以今天还是一样，新台币还没有正式止稳之前，我们就是针对这类型的股票下去做布局。先看指数，以指数来讲，其实关键还是在新台币啦，就是说新台币重贬，指数怎么可能不跌？不跌也很难。但是你要说让台币贬有它的价值在，你看新台币。 新台币不可能无止境的说往上一直贬值，一直贬值，一直贬值。只要说新台币站上了三十一元，央行一定会出手，央行百分之百会出手。那只要说央行出手，新台币只问很多的股票就会开始补涨。就像我在本周一直强调，为什么会说这个时间点买股票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？因为有太多的个股，它在这个时间点，它的位阶。 不是说地下室，它是地下室里面的地下室里面的地窖，这已经几乎是没有什么空间。那几乎没有什么空间的情况下，只要说利空打不下去，利多一来，一点点的利多，它就上去了。所以新台币贬值的过程会比较艰辛，会比较难熬，这谁也没办法。就是说新台币这么弱势，外资一定要去做被动式的调整。 所谓被动式的调整，就是说外资的投资组合，它是股票、债券跟汇市、股市、汇市、债市三者组成的。那当股市好，它会把资金转往股市；当汇市好，它会把资金从股市转往汇市。那汇市里面，如果说美元特别强，它又会把其他的亚洲货币全部都转往美元。你去看哦，包含像日本央行，日本央行今天也讲话了。 日本日币的贬值幅度太过剧烈，那准备要寄出一些新的政策，去阻止说日元继续贬值。那新台币也是一样，新台币如果说站上了三十一元，央行一定会出手，所以它不可能说无止境的一直贬值。那只要说止稳，很多股票就是百花齐放。所以就像我讲的，其实你不要让说。 不要让新台币的贬值，要让它贬得有价值。新台币贬值这个过程已经很难熬了，那总不能说新台币止稳升值之后你什么都没有得到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定是说新台币贬值的过程，我们针对好股票已经跌不下去的股票下去做布局。所以就像我说的，台币重贬，我们反而是要伺机去捡钻石。只要说台币止稳。 绝对是大丰收，绝对是大丰收，因为这就是台股现阶段最大的优势。一大堆股票，虽然说产业上有利空，但是它的股价早就反应过了。就说已知的利空，它就不是利空了。像面板，面板的利空，全世界有谁不知道？大家都知道。那既然说大家都知道面板的利空，它就跌不下去。A P F 也是，A P F 跟 P C B 也是充满了利空。 但是这些利空谁不知道？全世界都知道。那既然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利空，它就跌不下去。所以我在在我这两大平台里面，Light 跟 Telegram，小老鼠 W 一一七八 V 一七八，8, 8, 记得先加入这两大平台非常重要。会告诉你说什么样的股票目前的位置已经非常非常低，下跌空间有限。 记得先去假入，里面全部都是获利机会。所以，其实在这个时间点，有很多的股票，它就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，很划算的买卖。因为下跌空间有限，下跌空间有限的情况下，上涨的想象空间就是无穷。它跌不下去了嘛？跌不下去的情况下，只要有一点点的正面消息，上去的速度会很快。你去看今天的星星，今天的星星就是最好的。 例子嘛，三零三七的星星，之前我们一直在讲，星星它算是一档被错杀的股票，应该说它本身的价值没有到这么低啦，所以一百四十元还想跌去哪里？你去看哦，在今年二零二二最差 EPS 也有十八元，那再怎么样，明年二零二三新产能开出来，最差顶多就持平，那就像我讲的。 星星在近期有遇到 a v i d i a 跟 AMD 的利空，但是就算 a v i d i a 跟 AMD 真的掉单，星星还是有十六元，它再怎么差还是有十六元。那十六元的 EPS 对比上不到一百四十元的股价，它还想跌去哪里？这没有空间啦。那既然是说没有空间，只要说台币值稳，台股稍微的回稳，很快就上去了。 而且这边所谓的很快，不是说一天两天，有时候就是盘中一点到就上去。你去看，今天三零三七的星星，今天指数是跌了两百六十七点，两百六十七点哦。今天指数，今天星星是平盘，最低跌到了一百三十一元，马上拉到了一百四，是不是？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，跌破一百四，他还想跌去哪里？跌不下去了。 那跌不下去就只剩一条路嘛，要么震荡，要么大涨。那这是不是非常划算的买卖啊？现在买股票最差最差损失手续费，不会涨就损失手续费。那只要有一点点的利多，股价就上去了。所以你看，今天的星星三零三七的星星最低跌到了一百三十一元，没多久，大约是一小时，又拉回到了一百四十元左右。 因为以下它的空间太小了，下跌的空间太小，那既然说跌不下去，当然会有低阶买盘进去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，台币在贬值的过程很煎熬，没有错。但是一旦台币开始止稳，这类型的股票补涨的速度跟补涨的空间都会非常非常大，补涨速度会很快。那现在的下跌都是接下来补涨的空间。 所以你去看，光是今天的下影线就高达了六趴以上，六趴诶，今天指数是跌了两百六十七点，它足足是六趴的下影线跌下来，它已经跌不下去了，跌不下去自然会有买盘，一百三十一到一百四，光是今天下影线的价差就高达了六趴，是不是？所以其实这个时间点，你说台股有什么样的优势？ 好像说充斥着利空，好像说整个技术面、筹码面都不好，但是其实台股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个时间点，很多的股票它的位置一定是极低，怎么样都跌不太下去。那既然是这样，只要说有一点点的利多，上去的速度会很快。所以就像我说的，台币在贬值的过程，你要让它贬的有价值。 变得有价值就是要把握震荡下去捡钻石，星星就是一档钻石。这类型的股票其实还有很多啦，就是说，就算它的产业面今年再怎么差，但是股价已经提前反应过，下跌空间也很有限。南电也是啊，你去看南电的股价也是非常的委屈，今年二零二最差二十八元。 最差二十八元。那因为说南电在今年第二季有新的产能开出来，新的产能开出来之后，明年最差也有三十元 <coughs>。那它跟南哎、欸，它跟星星一样，南电跟星星的客户群都有 a v i d i a 跟 AMD。所以 a v i d i a 跟 AMD 如果说出现什么样的利空，两党都一起受害。好，那它也跟星星一样，就算说掉了这边的订单，它整体的获利还是很漂亮。你去看哦。 今年最差是二十八，那就算掉了 a v i d i a 跟 AMD 的订单，最差也有二十六元，二十六元的 EPS 对比上不到两百四十元的股价，它还想跌去哪里？跌不下去啦、啊，不到两百四十元的股价，那它也不是什么鸡蛋水饺股，它是一档体质健全、财务也健全大股票。那 A B F 载板这个东西，它本来也是趋势性的产业。 电动车啦，那接下来的一些卫星系统都会用到。那既然说它有它的独占性，趋势性也有，本益比只有七倍八倍，怎么可能还会跌？应该说下跌空间非常的有限啦，就算是说短线上受到大盘的影响，稍微震荡，买进买盘的速度也很快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嘛。台币在贬值的过程，你说什么样的股票能够逆势完全不受影响，很难。 因为毕竟说这谁都无法避免，台币就是这么弱势。但是如果说去挑选这些位阶低的股票，一旦跌下来，买盘的速度会非常快，一下子就上去了。所以其实当大盘，因为大盘目前的位阶跟整个氛围还是比较不好，当整个大盘的格局比较差的情况之下，反而是要去找这些已经跌无可跌的股票下去做买进。 因为跌无可跌的股票，它不需要什么天大的利多，只需要一点点的正面消息，股价就会上去了。就像我讲的，其实说，当大盘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多头行情、多头走势，那我们要去挑的就是最强势的股票，最挑最强势的股票去买。但是，当大盘整个格局比较不是说这么的好，那市场信心比较不足的情况下。 我们去挑的反而是要是这些，相对来讲下跌空间有限的股票。那像是台光电也是，本周有讲过嘛，二三八三的台光电。台光电在 iPhone 的占比也算高，大约是两成左右。好，那台光电它两大产品线，一大产品线是 iPhone，另外一项产品线是 CCL，铜波基板。 那铜箔基板这个东西，本来它的技术门槛就已经很高，有它的寡占性在。好，那台光电在铜箔基板的占比大约是四到五成左右，它的产品有它的独占性，那本身的获利也不差，怎么可能不涨？你去看，以今年来看，全年保守十六元，上看十八元。九月六号星期二有讲吧，就昨天不到一百七的股价。 他还想跌去哪里？跌不下去了。你说今年十六元，那上看十八元，那它又是铜箔基板产业，有它的门槛，寡占现在不到一百七，一百七以下还想去哪里？是不是？今天指数跌了两百六十七点，它逆势上涨了四趴以上，那就跟我讲的一样嘛，跌破了一百七十元，买买盘马上就进场，为什么？ 就是太便宜了，二三八上台光电，又加上说，你去看，台光电今天一度是跌到了一百五十九点五，跌下来没多久，也是大约是一到两个小时左右，买盘马上进场，拉到一百七十元，因为一百七十元以下，它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，一百七十元就是地地下室的地下室里面的地窖，几乎是没有什么下修的空间。 那像这类型的股票是不是很划算？买进去之后，最差最差的情况，顶多就是不会动，不会动，顶多你就是损失手续费。但是只要有一点点的利多出来，它就是拉上去，这个就非常划算啊！下跌空间有限，但是上涨的想象空间是无穷。所以，包含像台光电也是。 把握震下跌空间有限，上档却是无穷。要把握这样子的震荡下去捡钻石。所以，我们明天一样会针对中秋廉假过后的行情下去着手布局。因为就像我讲的，新台币快要止稳了。为什么快要止稳？因为贬值幅度太夸张。只要说正式站上了三十一元，央行一定出手。央行只要出手，新台币止稳，很多的股票就会开始百花齐放。 尤其是这类型，它已经跌无可跌的股票，一定要利用新台币贬值的过程下去，提前去捡便宜。一旦台币止稳，我们就是大丰收。所以把握机会，明天收盘前我们会买进全新的股票，利用广告时间来电，先进一段广告。所以就是说，这个时间点，新台币贬值的空间已经非常的有限。 既然说贬值空间有限，就代表随时会止稳。只要止稳，这些股票全部都会补涨上来。你去想哦，以全球的央行来讲，最不支持去干预货币的，就是日本央行。日本央行当时有讲过嘛，他宁可让美元一、日元一直贬值，一直贬值，也不希望去影响到经济成长。但是这个时间点，连日本央行都说要出手救日元，那你去想。 台湾央行怎么可能不出手？一定出手。只要继续在贬下贬下去，早晚会出手。那只要出手，新台币之稳，很多个股就百花齐放。应该说未接低的股票就会开始百花齐放。所以在我这两大平台里面，非常重要，会告诉你说什么样的股票，这个时间点。 它已经低于它最基本的价值。Light 跟 Telegram 小老鼠 W E 一七八，记得先加入里面，全部都是获利机会。尤其是一些跌有一有一些跌升的股票，不是说跌下来你就要去杀低，就像星星好了，星星紧缩难垫，可能说这一次跌下来，会有很多人说告诉你要去换股，要去逢低去做转换，但是你去想，不到一百四十元的星星是要换到哪里去，是不是？ 要换也是等到它拉到它的满足点，所以其实像这类型的股票，如果说原本是持有，这些都不用去杀低了，因为只要新台币直稳，上去速度会很快。所以你看这个位置，可以去观察一下，只要说站上三十一，看一下央行的动作，就会知道这个位置差不多会是它的天花板。那你指数也是，指数这样子的跌幅看起来很惊悚。 但是其实你去对比新台币，台币看起来更惊悚。就是说，台币这样子的贬法指数不可能不跌啦。但是你要让台币贬的有价值，总不能说啊贬值就算了。既然贬值了，我们就要从中去找到获利机会，否则不就白贬了？是不是？所以就是新台币贬值这已经是事实，但是不能让它贬的没有价值。 所以，关于说因为新台币贬值而被误杀的好股票，这个时间点全部都是买点，而且它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，下跌空间有限，上涨想象空间却是无穷。一百四的行情，跌不下去了，今天马上就有买盘。二三八三台光电也是。那其实说整个 PCB 厂，当时有讲过，新台币重贬。 对于整个 PCB 厂来讲，它是利多，因为大部分的 PCB 厂它的毛利率都不高，那毛利都不高的情况下，只要说新台币贬值的幅度够大，对于这些 PCB 厂，它的净利都会提升。以新台币这两周的贬值幅度来看，PCB 厂的净利大概是可以提升三到五趴。诶，净利提升三到五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。 所以是不是往上拉？这也是啊，一百七十元以下买进，今天就算指数跌了两百六十七点，还是上涨了四趴，是不是？轻松就是四趴，而且这是风险非常非常低的四趴，因为一百七以下它就跌不下去。全年十六上看十八，又是同波基板，又是寡占性的产业，低于一百七还想去哪里？ 那包含像是玉金光也是，三四零六的玉金光，近期近两周大盘不好，玉金光还是一直在逆势涨。当时有讲，四百到四百一上下进场布局，八月三十号拉到四百四十一点五，八月三十一四百五十一，九月二号四百五十九点五，九月六号。 再创短线新高四百六十三点五。今天九月七号，一度是又在大涨了将近三趴。重点是，今天指数是跌了两百六十七点，它逆势上涨了将近三趴。这一段非常的抗跌，是不是？从四百元到最高四百六十三点五，它完全没有受到大盘的影响。为什么？它的位阶够低啊。 它有未来的想象空间，又有原有的数字，不到四百五还能够跌到哪里去？你还希望它跌到哪里去？就像我们一直在举例的嘛，一台全新的 iPhone 卖个两千元、三千元，你还希望它要给你多少折扣？不可能啦，因为就是已经太低了。所以包含像玉金光也是，它的位阶够低，就算大盘震荡，大盘本周跌了三五百点，它照样是逆市涨。你看这一段。 它几乎是完全没有受到大盘的影响，就是这样往上拉，最高四百六十三点五，这一段也是大约是十五趴左右。就像我讲的，上看15到十五到三十不到四百五都是很便宜，重点是接下来还有新品。那当然说苹果的新品连带着其他的相关产品线，像是 G I S 这些，它都会连带受惠。 所以，其实在这个时间点，这类型位阶非常非常低的股票，不是说它完全不会受到大盘的影响。你说新台币贬值幅度这么夸张，一定会受影响。但是我能够确定的是，这类型的股票，它目前的位阶就是在地下室的地下室里面的地窖。我能够确定说，它震荡之后一定会有买盘进场。新兴台光电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包括像友达也是。 看空了一年，前一周突然降，马讲完马上往上拉，一样是逆势大盘在涨。上周继续涨，本周一九月五号十七点四五，九月六号十七点七，今天指数是跌了两百六十七点，相对强势。这样子的走势虽然不是说最强，但是它是一档有搭。 它是一档股本将近千亿的友达，而且今天指本周指数是非常疲弱，相对来讲它还是往上涨，因为它的机器就是已经非常低了嘛。就算说昨天有三星的利空，因为昨天三星说第四季可能会面板的订单会往下修，面板出货会下修，这对于它来讲也是利空，但是还是逆势涨。那就像我讲的，这类型的股票它已经跌无可跌。 跌无可跌，第一不怕利空，第二只要有一点点的正面消息，股价上去的速度会非常快。所以这个时间点预计明天买盘还是会比较清淡，毕竟新台币还是弱，节前还是会有卖压，但是这刚好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。那我们就是针对这类型的股票，它已经跌无可跌，几乎没有什么空间的股票，利用新台币贬值的过程进场去布局。 因为不要让新台币的贬值没有价值，既然新台币都贬了，就要让它贬的有价值。明天我们买进的股票，主要就是看好中秋廉价过后的行情。那我们买进的股票都是这类型，已经跌无可跌，非常划算的买卖。所以把握这样子的机会，台币重贬就是要去捡钻石，只要台币值稳，我们就是大丰收。 因为股价已经提前反映过利空，下铁有限，上档无穷，把握震荡，一定要去捡钻石。直接来电或私信我梁大平台，谢各位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视、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